所以你现在对于物价上涨是有感觉的？好，超有感觉的。我会觉得你为什么酱油要这么贵？为什么奶要这么？为什么面包要这么贵？为什么你的意大利面又要涨价？为什么那个椰奶又变这么贵？然后整个那你会跑出去调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贵，还是采购的人瞒着你？我会。我会知道，因为我每天都会看新闻，我会知道大概什么价。那万一你发现是采购的人瞒着你把价钱报虚报，你也敢讲？就如果有问题就要讲，就是大家一定要直话直说。那怎么讲？但是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，而且我们就是货比三家嘛，同样的面，那你可以去找到好吃，然后价格又没有那么高的，或是什么，就要去控管。嗯，所以意大利餐厅现在还不确定会不会成功，就是其实越来越好，因为我们的品质啊，因为那比方说徐师弟这种客人来过一次，觉得菜还不错，可是结果他也不再来了，那就要有原因吧？没有，我第一次去吃我就觉得非常好吃，他那时候怀孕，接下来一定还要再去。可是有一天我就约我老公要去他们餐厅，可是真的找不到，就忘记他到底在哪了。所以你记性也不行了吗？不要聊了。所以怎么搞？是在很荒僻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在某个巷弄，可是你就忘记到底是哪一个巷弄，哪一个马路要右转还是左转？所以你有试图要找，真有趣，真的隐秘啊！真的，因为他真的不好找，找不到过，不好找。嗯，我们餐厅的问题就是他在迷宫里，有点难找。所以你跑出来端菜的时候，你会希望客人认出你来吗？不会啊，就顺其自然。我在店里面就是一个，我不会觉得我是艺人或什么。忙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也是帮忙洗厕所啊、倒垃圾啊，也是会。所以客人如果完全对你的出现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不会有点黯然神伤？完全不会，对啊。可是如果客人一直要求合照什么的，也 OK 吗？就是如果不要太忙，可是有时候就是素颜的时候就会，因为你知道厨房忙，你会很杂乱，油对对对啊。那厨师可不可以闹脾气，然后最后其实是想跟你交往？厨师都有女朋友啊，而且我对他们来说应该你在幻想要把他在厨房推到墙上。没有，不要讲，还没受伤。铁板，对啊，所以不浪漫，不会，一点都不浪漫，因为我觉得做餐饮真的是很辛苦。那你每天都要待到几点？一开始都待很晚啊，然后像我们高雄的火锅店，那时候开幕的时候，我是几乎一个礼拜待四天，我是住在那时候搬过去，完全是高雄，住在高雄。对，我那时候因为要学嘛，就是想说多看看。所以收工的时候，比方说餐厅十点打烊。然后你几点才会有休息的感觉？哇，我觉得开店之后你脑子是没有，你身体可以休息，你脑子是没有休息，因为你会一直想东西，今天这个味道哪里不对，或者是哪里可以再好一点，那我的人要怎么调整，或者是今天这个跟厨房跟内场跟外场有情绪了，我要怎么样去排解。所以都没有碰到你会管不了然后哭出来的？我哭出来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太累，因为那时候我决定要去学怎么就是开店的时候，我是推掉戏去做这件事。嗯，然后我那时候很害怕啊，因为我那个薪水，我后来只领个位数的薪水，哎，怎么够活？一块。个位数。个位数。不，个位数。九块。最多也才九块。是啊，那个对我来说是个位数，就对，就几万块。OK。你说如果跟你平以前拍戏的比起来，收入比起来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你要克服那个对恐惧。所以你现在开完店之后，有没有一点想要回去拍戏？我现在回去拍戏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第一个拍戏真的赚很快，有这种感觉。当然自己可以在等等，拍戏比餐厅还赚得快吗？当然，当然呢，是做生意就是一定是把一笔钱先拿出去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。可是餐厅就像他讲的，你不用本人出席啊。可是不一样，餐厅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还没有我们一集戏多。就是当然拍戏，可是长远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女生会老，而且拍戏真的很累。女生会老？还好吧。你不觉得开餐厅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，你不能阻止任何人走进来坐下？对，就随便什么牛鬼蛇神，他都可以走进来当你的客人。对，那你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像有一天啊，我走进来店里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户外嘛，然后我就愣住吓到，因为我们外面坐的很像在维师，就是大家穿黑 T 恤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户外其实挺优雅。可是他们在嚼槟榔。他已经说你这样讲，你是不是根本都忘光了？我记得，有这个体验，有桌椅，软男立桌都有。对，我很难形容，但反正他就是一个气氛还不错。那结果大家就是有一群男生，然后嚼
槟榔，然后抽烟，然后还有那个槟榔汁在旁边，就突然觉得哎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可是就像康永哥讲的，你没有办法阻止他进来，而且我觉得客人都那只是他的习惯嘛。是，我觉得吃槟榔你还是可以吃得很优雅啊。是，所以我就跟服务生说，我们拿漂亮一点的杯子给他们装槟榔汁，对，装槟榔汁，不要用那个塑胶的红红的露出来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美化，对，让他们也觉得吃得很开心。可是你拿上漂亮杯子的时候，对方很可能就会说怎么样，你嫌弃我？没有，我觉得我，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很好，所以他反而可能地上杯子真的裸上身，没有啦，什么一直在感觉自己把槟榔汁接管了，你个人很爱这种戏吗？